rerun. I don't need to label every good time, but we don't need to tell nobody we run. Cause fuck it, we're young, it's just fun. 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 AP 的打野，你出现在地图右侧，你分段越高，欢迎来到 AP 联盟，对面直接针对前期整个水晶线，你们谁都打不了，很难玩。全军出击！ 有一个阵容里面 AP 越少越好。 就是没带那个恶意重伤吗？他怎么不丢 Q 啊？ 卡他 Q 的冷却啊，尽量让他每次往 Q 的时候，我就有被动可以挡。海军最危险侠开始组装，是不是要掉点血？ 拿成，弄他，就是他咬我，哎，干得好！哎，你别把我害死了！哎，你看有这种打野。 关键时刻来这么一招，不是很舒服吗？是不是？所以，我在路上。绑个打野，你打分段越高的时候绑个打野就越好打。你们想干嘛？先不看了，先把线吃一下。我在路上，请求。我五级了，你们随意好吧。 连我踩了，踩到谁了？Ally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Ally slain. 卡大兵单排还不强啊！那你单排里面中路，你玩其他英雄能有这英雄好使啊？这英雄已经很不依赖队友了。你玩其他英雄，大部分中路英雄你都吃打野的，玩这英雄就不是特别吃。这英雄你可以只需要管好自己，不用管别人。 一任消失，我都习惯队友蹦得太快了，我队友蹦得太快还少啊。那很多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升。前面那一把大翻盘你们看过的不都知道吗？今天前面有一把上单送了15个的那个，那一把就已经很能说明了。队友前面玩的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Enemy killing spree. Shut
down. Q 技能，我方对面的 Q 技能正在被攻击，让你有点危险。哎，安全！我方击败了大人，前去。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我们下路在这波里面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你看，有这种打野能配合的，不是挺好打的吗？就我自己没，就不需要完全一个人去打那么多压力。这种打野能配合得来的。我方已击败自走炮台。哎，我操！我想自己吃一块塔皮的。哎，别吃我兵你大爷的一个傻球，把塔 A 掉。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分段高的打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那种只要不是纯蠢，会很看局势的。地图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一个越小的地图，你观察东西越多，那你就它是一个会玩的。正义将会得到伸张。我在路上。这怎么又来一个班丹？班丹不是之前有我牌子的吗？那你们虽然都是汉在上路的，继续翻。哎，那老子守着破塔守了半天。
人。这下午怎么也给个战略点？啊，这种玩上班的没啥用。史诗怪刷新，提前集合。请求集合。元素亚龙登场。嗯，你们可以找我上分呀，上不动你可以找我上分。这俩在后面跟了一点点。敌方已击败亚龙。来拿增益。我操，这还没这就死了。
来拿增益。Enemy turret destroyed。只要打野是个正常人，其他人就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始亚龙登场，我方已击败亚龙。争议，基地护盾已失效，史诗怪刷新，提前集合，发起攻击。纳什男爵登场。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就猜怎么样，怎么上单抢？我方已击怎么上单，那就已经不是没有人来行了。结束。大家觉得主播打得不错的，可以点免费的关注啊。有需要跟车或者上号的话。可以看右下角，找主播蹭忙也可以。加多少分？78分，但这个号分的快满了。那打野双排。